little further. I know I'm so eager, can't wait no longer. When I walk to you, girl, it seems you start to shiver. I don't know what to do no more. One word from you and everything's good. That's all I ever ask you, no need to be true. You are, I will pursue, if only I could show you. All you need to care about is you. Tell you step by step, how'd you hand me hand. Don't you worry, gonna end, gonna plan. Take it step by step, raise your hand me别过来，初夏，让所有的秘密跟你一起消失吧。 现在播报本市新闻：著名游戏天才设计师 Winter， 时隔三年，新游戏发布，引起了众多游戏玩家的热烈追捧。今晚的发布会万众瞩目，一票难求。十年一见的超级满月即将在今晚现身夜空，这样的天文奇观在本市引起不少的骚动。 满月升起的同一夜，《圣者之战》游戏上线发布会即将开始。
时隔三年又重新上线了最新版本的胜者之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美妙的时刻吧，见证胜者之战的重新上线。我们就一起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受到不明干扰，服务器瘫痪。经理，我们的技术团队已经全员出动，但还是搞不定啊。温特设计的这个游戏他一定有办法，你们快去找他。我去，图灵，查找干扰源。无法查找干扰源，图灵系统受到干扰。干扰消失，系统恢复正常，游戏成功上线。小东，哎，我有事找你。什么事儿？你家出事了。你家才出事了呢。你小姨又闯祸了。又闯祸了？啊。今天可是十年难得一遇的超级满月呀，我却要沦落到跟你一起去救小姨，这也太可惜了吧。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月神啊，求求您赐我一个浪漫的艳遇吧。哎，小东，哎，你刚刚看到那个月亮了没有？它突然闪了一下耶。怎么回事，小东？怎么又这样啊？哎，你能不能换个手机吗？这手机都用十年了，屏幕都看不清楚。手机的内核已经是最高配置了，只不过外壳是十年前的样子而已。行了，赶紧去找小姨吧。别吵！小姨。说的哎呦，小姨呀、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你不要老掺和我的事儿好不好啊？你现在又跟我街坊邻居吵起来了，你让我在这一片还怎么混下去啊？又来了，姐姐，她七岁的时候你病没了，姐夫，她十八岁的时候，姐夫你又走了。现在这孩子敢跟我来劲了，没良心啊！哦，嗯、你说小姨啊，你赶紧回家休息吧，好不好？哎，行行，那我跟你说正事儿，行吗？来，坐下。你小姨我呢，给你找了一份工作，
正经工作。正经的？我之前的工作也是正经的。你正经个屁！我现在给你找的可不一样，那可是托了几层保险客户的关系塞进去的。大名鼎鼎的耀阳科技公司，你听见我说话没有？没听见。姐姐姐夫，我真的为他操碎了心，我答应。小姨啊，我答应你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积极向上，争取在耀阳退休。好，我先走了啊，你们慢慢玩吧，拜拜。哎呀，早就说了吧。撒了一个谎呢，就要用无数个谎去圆。这下好了，这要上班去了不？哎，每次来你家都得进这破柜子。我可没邀请你啊。哎，你讲话凭点良心好不好？除了我，你还有别的朋友吗？毕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全中国最神秘的天才游戏设计师 Wint 就是眼前的徐小栋。图灵。晚上好，小东，我是你的智能管家图灵，请下指令。开门。收到，小东。当初你买下这栋楼的整个四层，我还很不理解。没想到利用老房子的特殊结构，真的被你打造出一个隐藏空间啊！你完全可以告诉小姨，你不穷也不才呀，连我开的车都是你的。你为什么要隐藏温顿大神这个身份啊？不是给你喝的，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怕告诉他会让他想起十年前的事情来。那耀阳科技呢？你真的要去上班啊？去啊，当然要去了。清月姐，嗯，魏总他不在公司，他人呢？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之前答应要陪我庆祝的。清月姐，在公司这样的场合谈论个人私人感情，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两年了。算了，你一个助理，我跟你说什么？他人到底在哪儿？魏总正在履行正常的工作安排。不告诉我是吧？好，我自己查。他在桐城大学做演讲。
多来点啊。我看看这个。给，接着。哎，别跑，慢着点啊，慢着点。试一下，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的浴室里面？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的浴室？你问我？是，不是你哪位？我叫徐晓东，不是，这跟你没关系。我在问你，你到底是谁？是，哎，你是徐晓东？徐晓东。我还没问你呢，我刚刚明明在外面，现在就到你家里，给我个合理的解释。我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给你一个合理解释。行了，现在我请你马上立刻给我出去啊！你出去啊！我告诉你，我再见着你，我肯定报警啊！我不是在做梦吧？就是他了。好吗？嗯，还好。不是，你到底是什么东人啊？你为什么老纠缠着我不放啊？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啊？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有什么目的。我想想。该不会是贪图我的智慧以及美貌吧？你该不会都不想让我走了吧？我又没拦着你。算了，图灵。早上好，小东，我是你的智能管家图灵，请下指令。利用小机器人内部的程序，打开时间和定位，我要知道这一切发生了什么。好的，小东。接着。这个东西可以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可以走了。拿着它就可以。嗯。
我太累了。样本够多才能够解决问题啊。你该不会是借机报复吧？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再说了，你有什么值得我报复的？哎，你说让我放弃我就放弃。哎呀，放心吧啊，我刚刚在浴室呢也没看到什么，就好像你在搓澡，然后呢身上应该有很多的泡泡，再然后够了啊，我会想办法解决你这个麻烦。那就要了一起累吧。什么意思啊？等会儿关门。早，小东。哎，阿姨。啊，阿姨早。这个姑娘是谁呀？怎么以前没见过呀？小东，这是你女朋友吧？不是不是不是，我们还有事儿，不好意思，解决问题去啊。走走走走，阿姨再见。你慢点儿，我真是累死了。哪边啊？修那边，那边，那边。快走两步。就这儿，就这儿，就这个桌子，就这儿。图灵，测量位置。小东。此处为目前记录最远距离。试试。试试就试试。左。没病，走两步。跑两步。好。我怀疑你在逗我。我发誓，我绝对没有逗你。我前几次……那你给我解释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不是因为前几次我确实我连那张桌子我都过不了，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我现在怀疑你在用障眼法来跟踪我。没有，我真没必要，对不对？我为什么跟踪你呢？对吧？大白天见鬼！哎呀，哎，不是，我真没骗你，我没必要骗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过来了，我这……你别用这种眼神，我真没骗你。哎，你知不知道魏总的这堂选修课真的特别难？对呀对呀，但是课座教授里面最帅的，对吧对吧？各位同学好。魏总，你们这个称呼啊，好像一下子拉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要不这样吧，你们叫我师兄，毕竟我也是在这个学校读书毕业的。师兄好。我这么看好像也没有几个同学逃课，那我就不点名了，我们正式开始吧。大家都知道，魏师兄可以帮我签个名吗？师兄也可以帮我签一个吗？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呢是为了上课，希望大家能遵守课堂上的纪律。既然要遵守课堂纪律，那师兄为什么还要选择在这儿上课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先坐。我选择这里呢，那是因为我们选修课的题目是网络新科技赋予媒体的无限可能性，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很自在突破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那今天我们这个场景的课程到此结束了，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过来问我。还有，我们的作业是大家好好想想下一堂课安排在什么样的场景。师兄，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女朋友的生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场景陪她过生日呢？
魏师兄，你有没有女朋友啊？师兄，师兄，各位同学，我友情提醒一下啊，我们在课堂上还是问一些关于课程的问题会比较好。谢谢大家。魏师兄，我申请你们公司的实习机会了，希望得到批准。好了，我期待你的表现，你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跟我说。师兄，师兄，同学，我都看好你们，那大家一起努力吧。师兄，师兄，师兄，魏师兄，魏师兄，师兄。图钉还给我。图钉，根据刚才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收到，小东。根据以上所有信息分析，你与未知物……等等等等等等，什么什么未知？我是人。不用管他，继续分析。收到，小东。通过数据显示，你与未知生物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在不断缩短，并随着未知物的疲劳感上升而不断加剧。同时，通过监测发现，当未知物状态平稳时，你们之间的最远距离会逐渐恢复，再次延长，且以上情形与地标位置没有直接关联。说人话。指令定义不明确，如果需要更换语言种类，请重新设置。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未知物并不是不能离开你家，而是不能离开你。不能离开我？你刚才说那个什么什么，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在缩短，那最后会怎么样？无法预测，可能会无限缩短。难不成说，我得一直跟他待一？这太离谱。图灵，收集这两天的未知物的相关报道。收到，小东。我是人，不是未知物。轩和，我就知道你在这等我。等多久了？刚来。今天我没给你打招呼就去学校，你不会怪我吧？怎么会怪你呢？我也只是想看看自己男朋友而已，人之常情，对不对？不会生气，对不对？不会。生日礼物。我就知道你没忘记。难得给我过生日，原来是要续约啊。有的时候不得已，我们要公私分明。金月，你知道的 ，Cybertech 马上就要上市了，公司需要你的支持。看来你还是很需要我的。轩赫，你一直都是这么理智，这么冷静的吗？我知道你有个大学女朋友，家人反对你也要在一起，后来她失踪了，十年你都忘不了。跟前女友在一起的魏总，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冷静，
这么理智吧。你说的话你都记得了吧？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你千万别让别人看出你的不正常。特殊，别让别人发现你的特殊。哎，知道知道。跟金点别露出马脚了。哎，行了行了。真是，什么破公司啊，太变态了。哎，走就走呗，也没什么可惜。你好，这里是耀阳科技。啊，你好，我是来入职的，我叫徐晓东，是吧？IT 部项目组经理周岁，你未来的领导，大家都喊我一声岁哥。岁哥，哎，来带你熟悉一下公司。哎，等会儿怎么后边还藏一个呢？谁呀？这是表妹。同学。表妹。同学。跟我玩呢是吧？到底什么关系？表妹吧。什么叫表妹八呀？行，我不管什么啊。徐晓东，你第一天上班，你给我带一亲戚来公司，你知道公司最讨厌的是什么吗？不专业。不是，不是他自愿带我上班的，是我离不开他。哎，离开他我就不复存在了。听起来是相对魔幻了点，但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嗯。来来。这位行政 Serena 啊，里边那个是 HR 小丽 Human Resources 啊，完了这几位说主要介绍一下，老梁负责架构的啊， M3 徐晓东，你好你好。大宝负责程序体的， M3 徐晓东。最后那是小乔负责 UI 啊， User Interface M2 徐晓东。徐晓东硬件维修M1 啊 M1 新人一个，大家伙儿都带带新人好吧，别再跟刚才走那仨似的啊，没半个月就给开了好不好？好，行了，剩下的你们自己了解啊，该忙你们的忙你们的。徐晓东啊，我知道你是走后门进来的啊，但是你别以为后边有人撑着你，在我这儿你就能肆无忌惮。四哥，我知道了。刘天宝，哎，好笑吗？不好笑。去我办公室去。哦，把你那哈士奇给我放下。那岁哥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凶啊？周岁啊，就因为他嘴碎，所有人都叫他岁哥。他那 M6 很厉害吗？能做些什么？ M6 就他那个级别都能进核心项目。哎，现在好了啊，咱们来了新鲜血液，联盟又庞大了。同学，嗯，我们联盟十分的欢迎你。啊，谢谢。对，好久没来新人了，我跟你说，这些都是种子选手。没错，你说他技术那么好，又是颜值担当，我们就缺这样的。这次来了就不能再走了。对，这可是咱们的人才。对。
你好。嗯。你是？我是。表妹。嗯，表妹。表妹。站那儿干嘛呀？是你让我站远点吗？我让你站。哎，算了，你要在这坐着啊。来，手机给你玩啊。你记住了，别让别人发现你跟特殊。行了，说800遍了。太过分了，以为我们 IT 男什么都不知道呢？表妹，不就是暧昧阶段追女友的现成吗？嗯。赵涛，这个让你去他的办公室。怎么样了？那宝哥，他打你了？那倒也没有啦。他是谁？表妹。Hello， 表妹你好，我是大宝。你好，大宝哥。哎。表妹，来吃个水果。哦，谢谢。胜者之战，我看看。新同学也玩胜者之战呢，咱们可以一起玩。对，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好好交流交流了。这有谁啊？这是我们的 idol， 天才游戏开发师 Winter 的虚拟形象，胜者之战就是他开发的。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啊。Winter 从无到有，凭借一己之力，让所有的玩家在陌生的游戏世界里创造出了真实的人生，而且，还让我们找到了归属感。陌生的世界里，创造出真实的人生，这才是 Winter 大神最让人值得敬佩的地方。那我怎么跟他联系啊？其实只要给他发这链私信就行了。但是给他发信的人太多了，他又很忙，所以不一定会回复。那没事，试试吧。哎，表妹，你还没有账号吧？你可以用我的账号。用我的，用我的，我的可好，我的更好一些。我已经弄好了。等级，表妹。谢谢。来活了，开工。表妹，走吧。Winter， 你好。累死我了。这话应该是我说吧？你赶紧问问你那个什么图灵，我那身份调查进展到哪儿了？你不说，我也会去做的。嗯，真麻烦。小东，开门！小东，开门，是我。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绝对不能让他发现你在这里。将镜头调成最亮的光圈，拍下你不经意转过的脸，在日后月光下轻轻想念。我的唇语你能否听得见？命运如不停转的黄昏线，相遇分别仅在一念之间，宇宙之大一转瞬一眨眼，我们要到哪儿再见？怎么过夏天？谁陪我去看海岸线？怎么等冬天？不安的心怎样冬眠？那个秋天等月下时等待的节点，你在心间，又像星河遥远，看不见，越看不见越是魂萦梦。
梦见，闭上眼，等雨等风等雪，何时等到月圆，将错过的你再遇见。生命的光也放大了一圈，思念的望远镜有无限远，你在哪里我看得见。我会从夏天拿围巾去陪你看雪，你会从冬天撑着伞去过我发间，下个秋天满月下便是等候的期限。你在心间，又像星河遥远，再遇见看不见，越是回应梦见，闭着眼等风等雨等雪，终会等到月圆，错过的人会再相见。